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就是上一集的是汉索，上一集那个裂口真的是太强了，都没有打完什么东西，有点惨。448，比熊还痛哎！熊我记得之前才打我300多。这边应该都看过了，这里面不知道会藏些什么，找清楚一下。没有狼，我才不要先打，等一下，怎么还是什么？打完车。这附近看起来有被火烧过，那个方向好像跟我的那个心态号的方向不太一样。没关系，就继续走好了。看看这附近有些什么。有熊。卡山德拉挡住熊的站起来突围，为什么我之前操作的时候挡不住啊？变得郊外，再往上的话，就离我现在营地探索好像有点远。回头吧。不知道能不能到这个山上去看一下。
好像那边都没有路可以上去。箱子，这个应该是之前问过的吧。We've some supplies here. 对啊，这补给已经拿过了。这边就是我当时扎营走过的路嘛，然后没有印象有可以上到山上去的。I've wondered, how did you know to approach us, Solas? The breach opened, we were scrambling and barely had time to think, and there you were. I went to see the breach for myself. I did not know you would be there.You must not have been far away. I was not. I'd come to hear of the conclave, but did not want to get close. Hmm. Lucky for us then. Hey, 我怎么要走回来这边啊？你说不定可以上山哦，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陡一点。有敌人，没想到在这边居然还有一个临时的营地。他针对我。哇，拿不起来。我看我回城一次再来捡好了。我回去卖完东西回来了。看起来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黑曜石。刚刚是怎么走的？记得走这边，然后往右，再有个地方可以爬上去。咦，营地嘞？东西还在，可是营地被清掉了。原来打掉之后，东西还会那个营地还会消失哦。嗯，这么特别。虽然说也是蛮正常的。好像除了营地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我看那个惊叹号就算了，我下去好了。那个惊叹号有可能在裂口打掉之后的后面，之后我再过去接好。 好久，我一直在那边绕圈圈，就是你可恶的家伙！ 附近是探过还是怎样？怎么都没有啊？没有敌人，哦、有了。这边是，就是往前，好像是我没去过的地方。 哇，有那么多次啊！刚刚不是才4次而已吗？ 继续前进。这个营地居然没有可以捡的东西。
起来，这个的是在天魂图，是在山上。那我要怎么上去呢？这个比刚刚那一座还要高哎、欸。又有敌人，一匹狼。算了，不要跟他打。这里不知道行不行。好像没有办法的样子。往前走，感觉就遇到新任务去啦。这边怎么都没有路可以上去呢？啊，还是要走这根树干。这边有比较平坦的坡，如果过了这根树干之后。不行吗？还是这里？好像也不行。再试一次好了。那不好跳上去。啊！我跳。啊！跳不了那么高啊，还有一个高度差。好吧，那我们先就，哎，接下来怎么走呢？快去接任务好了啦。既然都来到这了，说不定绕过去之后，从另外一边可以上了山。逃跑！下午在这么近的地方 ，bug 吗？没有敌人啊！西街道，我们之前好像是去过桥的另外一边嘛。尸体上发现的信，回来回来，只要那东西不回到西边的要塞，梦就不会停，绝不会停。醒来时大概会因为发现自己睡觉中的手写下了纸条而尖叫吧。回来，不然就带上同伴代替我去做。嗯，不知道拿这个信是刺激到怎样的一个任务。哎，圣殿骑士！原来圣殿骑士的营地在这里。真是马达人，我刚刚到底接到什么任务啊？还有一个任务。
怎么全部都是收集品啊？坏了，我的任务清单坏了。 先过去接任务吧，还是不然过桥好了。看这边一个问号，什么东西？ 发现坏掉的桥，这座桥似乎是最近被破坏的，大概是被叫做魔法师和突然圣殿骑士战斗时吧。 走了，又回来了！他们逃什么？逃什么意思的？打中了盾，所有的法魔法都会被反弹，好硬哦！因为我是法师的关系吗？ 被打飞耶！Seeker, you initially believed our Herald of Andraste was involved in the attack on the Conclave, yes? I did. The evidence seemed damning, given the lack of an alternative. Yet you changed your mind. You also heard the voices at the temple. Is it so surprising I listened to them? Sadly, yes. Too few invested with authority possess the courage to alter their course. They fear the appearance of weakness. The tru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reputation. And anyone wishing to accuse me of weakness is welcome to try.圣殿骑士的野营，我们必须要有不止对魔法师，也包括和对和魔法师同论点的人战斗的觉悟。魔法师不都欺骗那些不思考就行动的人，还习得写魔法吗？被我们认定为信众的人，大多都有被权威者领导的觉悟，不是吗？我们必须从魔法师们那保护人们，那是我们的权利，也是义务。 但给他们利益的人呢？给他们治愈和食物的人呢？怠慢将我们派去有意义的战斗的义务的人呢？他们全都赞同恶魔，只会产生邪恶的一卦。我们非要打倒那些人不可。我们在西街道外，我们的营地发起战争，然后在世界被扫干净之前，我们是不会罢手的。 整齐有这样的人写的信，啊！这圣殿骑士，算了，反正再过不久他就要被我清掉了。哎，我是不是走超过了？圣殿骑士的。 营地在。
应该是刚刚那个斜坡那边吧。 这里又绕回来了，我觉得我都已经在迷路。有个箱子，这么大一个箱子，装个淘气的面具。 杀进去吧！哎，没人。没错，这里的确是圣殿骑士的营地。 The Templars have secured a position ahead. 三只哇！从小地图上面看到红点好多，就直接打打看吧，只要小心不要被箭射中，应该就还好。 秒说非常的强哎！先打这个一只的好了。 为什么我不能喝水？我刚刚还没有结束技能。真正比较硬的就只有外面那个拿大盾的，这边的好像就还好。 啊！圣殿骑士打完了，搜刮搜刮。我想我们这集也差不多了，就先到这边吧。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